过去这几天，风台是一直伫咧西南部的外海丢毒，造成屏东沿海透风落雨。昨枋寮大庄村的爆发，雨海硬拍破一角，目前是塔巴掌角甲江顶的太空包。啊，那东港因为大潮，海水倒急，为昨半暝淹到早起八点，这水才退。当地吹十二级到十四级的强风，甲路边的空板拢吹落去。环仔轮大排出海口风影真大，随着风台山陀尔渐渐上北，屏东枋寮沿海初三透早大浪不断，风雨嘛真强，就惊大庄村荷花放起的范围扩大，唔呐扩口坑肉粽角，边仔道路嘛顶满太空包甲肉粽角风灾。到我的扛棒要飞了，哦，之前有飞过是不是？对，上次有飞一次过。无风雨出门看厝顶的状况，东港枋寮顶沿海乡镇，透早出现十二到十四级强阵风，路边的机车都会使用牵的，热心的民众看到开车过帮忙遮风。因为初三是农历初一，大潮造成海水倒灌入去新沟大排，造成周边徛家对半暝淹水到透早八点左右，民众只好去南伫门口扛叉帮遮水。外面好像有淹起来啊，你看那个，是吗？那台风这几天大概淹了几次了呢？哦，差不多农历28号、27号就慢慢的淹起来了。南新高虽然透早海水提起，公路二段因为大雨，十点外进水，强风直接从扛棒拍落来，山陀尔的强风好雨，陆续为屏东带来灾情，一度造成30000+停电。经过抢修，透早阁有将近14000户停电，民众毋盲风台速度加紧，予屏东较早脱离风台影响的范围。记者屏东报道。